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刚刚跟经纪人在说，好、啊、算了，我跟我同事在说，就是破亿，开心啊，耶、yeah, ！为什么要直播？当蔡依林嘉宾有跟太太抱抱怨，哦，我太太超兴奋，我太太超兴奋，我一定要爆她的料。我那天九令表演完，然后就回家，然后一进门她就很兴奋，她说：“哦吼，天哪，怎么样？”我说。他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说他是不是很香，他一定很香，他看起来就很香，什么东西啊。我应该要跟他说你闻闻看啊，呜呼呼呼。反正他比我还兴奋，然后就要一直看说哦你表演的影片，那样子就给他看我同事帮忙拍的那样那样。对啊，我太太很搞笑吧。太太有高八度吗？有。他就是很兴奋。呵呵呵。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。我女朋友一直说你好帅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不会啊，我太太也会说那个谁谁谁很帅耶，但他应该还是爱我的吧。但他是他必须是。他必须是。我男朋友一直跟我说你好帅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对，雨月光下转身，那就是你。我妈一直说很喜欢你，她是不是要抛弃我了？是。回到那天相遇，
谢谢大家，破亿开心啊，下次见，下次破亿的时候再直播，大家继续听我的歌，拜拜。All right， 有人说祝我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所有生日的人生日快乐，祝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，然后祝所有找工作的时候 找到工作，然后祝想要找到真爱的都找到真爱，月老嘛，对不对？过了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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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面有什么？有机会在跨年或耶诞城这一类的演唱 RIP 吗？其实因为这种比较欢乐的场合，或者是像过年啊、尾啊，都没有，好像没有很适合唱 RIP， 因为大家都觉得有一点不吉利啊。不过现在这边唱了，It's hard to tell when I'm drunk. We used to hold tight, and it gets us through the night.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. I think I never told you all this time. My deepest dreams stemming from these fucking memories. Hit me up so I can break free. Need to tell you好像有点不太准。